我们把交通先行作为一个战略来支撑我们的脱贫攻坚。所以呢，在这个五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规划了一环两横四纵六联络的区域高速公路网，主要的原因还是想彻底的改变昭通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差异化发展过程中的落后的这个面貌。规划当中啊，我们仍然是把这个建设综合交通的枢纽城市作为一个目标，就是为我们的脱贫攻坚、为我们的招商引资、为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吸引人才啊，创造一些条件。来到这里面嘛，以后嘛，我们的知识有所提高，和我们农村那个相比，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当上这个保安嘛，为小区的这个安全稳定，要做到自己尽职尽责的力量，让我们从贫穷的山区搬到静安新区，使我们融入了城市新生活的轨迹当中来。我们也像城市人一样，进行快乐幸福的生活。生活变化比老家就变化的大，哎，用水啊，用电脑，或者这个学生上学啊、就医这些，哎，都基本近，对的，成为美好愿景。感谢政府，然后给了我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嘛，然后让我家的生活状态水平提高了一点嘛。探索出一套完整的啊规范的种植管理的技术规范，然后呢来把这一套体系严严本本不折不扣地贯彻到每一亩果园每一棵古树，确保每一棵古树都不游离在我们这个管理体系之外。我以前没有种过苹果，我以前种的都是玉米啊、辣椒呀、之类的东西。我们每到每个环节要做下面要做啥事儿上，他们都会有技术部的人嘛，他们都会过来教我们。地主昭通的这个自然资源优势，我们旋转的像苹果这样有代表性的产业，又努力用新的理念、模式、机制、品种来实现对老产业的提升改造，最终把苹果不仅仅成为一个产业，更成为一个城市的品牌和形象。昭通将朝着建设一个幸福、和谐、美满、平安的新昭通的目标迈进。